我又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看来我也得让吴天宝有危机感才行啊。吴天宝现在自己会念书了，看来我的奖学金有戏了。吴天宝啊！快快快，滚！滚！人毙！我还不要死啊！我走吧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死啊！我不要！看你那胆小鬼的样啊！今日没有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再要敢对大同的小月有什么企图，你看我以后每天不换着花样的吓唬你。吴天宝，你不好好念书，你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啊？吓得我差一点就得心脏病了。我怎么没有好好读书啊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美容工坊最新产品目录。你这读的是哪门子的书啊？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？啊，哎，看我脸上这个，这个叫玉露风和清凉保湿面膜泥，这可是我独家配方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到时候你带回新宇，哎呦，那些爱美的女子啊，可有福喽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一定要跟他们说，这可是我吴天宝的独家配方。天宝，你有这个心思花在读书上，我们早就拿奖学金了。我一不争慕容月，二不争奖学金，读书干什么呀？啊？学而时习之，不过一月乎，又鹏自远方来。子曰。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回也。乐”乐我。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子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孝弟而好翻上者鲜矣。”学而时习。这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低头看书。小英，大头，眼下大家都在读书，不想要顾及其他。难免有所懈怠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迷惑那慕容月，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。瞒天过海，所谓瞒天过海呢，就是故意用伪装的手段迷惑对方，使其放松戒备，然后突然行动，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制胜效果。